现在由龙德公司打造的布雷艇，再加上中科院研发的自动化布雷系统，不仅更能抵御风浪，海军弟兄姐妹在执行布雷作业时也更能迅速确实达成任务。龙德公司打造的布雷艇，再加上中科院研发的自动化布雷系统，不仅更能抵御风浪，海军弟兄姐妹在执行布雷作业时也更能迅速确实达成任务。过去沱江舰、塔江舰的作战性能备受各界的称赞，现在新建的高性能布雷艇也同样受到各界的肯定。我相信有了布雷艇中队的加入，海军捍卫海疆的力量一定更加坚实。通过今天的成军，我们也再次展现台湾推动国防产业的成果，让世界看见我们守护国家的决心。在这里我要感谢海军、中科院和龙德公司的专案团队同仁对国建国造政策的努力和付出。接下来我们会持续推动各项国防政策，我要请各相关单位加强合作，让所有的建案可以如期如职达成。第二张照片，高雄港第二布雷艇中队战力强时，请三立新闻网，台湾前三大新闻网站，影片累积观看数超过30亿。九四要客诉，2020台美44大选蝉联发烧影片第一名。人生惊叹号，台湾最温暖正能量的人生故事都在这里。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。国内外大小事，下载三立新闻网 App， 即时新闻不漏接。